龙虾也排尿，它哪里排？看完你还会觉得香吗？夏天来临，叫上好友，走到大排档里，要几杯啤酒，上一盆龙虾，简直人生一大享受。但你是否有留意过，无论是吃龙虾还是其他虾类，拿到手里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去掉，因为龙虾的所有器官基本都集中在头部。生存环境不好的龙虾很可能受到重金属污染，把头去掉再吃，便可以少掉许多风险。但您是否知道，龙虾的头部不仅仅存在着污染物质，还储存着龙虾的尿液？是的，你没听错，龙虾和人类一样也会进行排尿。听到这里，问题也就来了，龙虾的尿从哪里排？排完以后又去到哪里？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。很多人猜测龙虾的排尿部位位于尾部，但答案却完全相反，它的排尿部位在它的头部位置，具体部位位于第二对触须底部的额触角线孔，这个部位也叫滤线，相当于人类的肾小管，由一个螺旋状管和体腔囊组成，体腔囊直连膀胱，因为膀胱位于离眼睛不小的地方，龙虾的眼珠体积也一再被挤压。和人类的泌尿系统差不多，龙虾的尿液也要经过二次过滤才能排出体外，但在其他方面却又和人类有着千差万别。首先，龙虾的排尿部位不仅仅只有一个，它还能从自身的鳃部和消化腺进行排尿。为何有如此多的排泄部位？科学家给出了答案，因为虾类的器官比较拥挤，消化系统的构造也因此较为简单，从一个地方进，从哪里都能出。再来便是龙虾排尿的目的，对于它们来讲，排尿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行为，还是它们赖以为生的求偶手段。我们都知道，许多动物都拥有着独特的求偶方式，如孔雀开屏、蜻蜓点水，但龙虾的方式却是使用自己的尿液，想必许多观众无法接受。毕竟对于人类来讲，龙虾的尿液味道难闻无比，可在雌性龙虾看来，这反而是吸引雄性的最好工具。尿液味道越浓，代表着雌虾的吸引力越大，雄性龙虾天性好斗，和其他动物一样也会选择打架斗争的方式攫出领地的归属权，而雌性龙虾也马不停蹄找出最强大的雄性龙虾当作自己的伴侣候选，然后来到它的居住地中留下自己的尿液。尿液里面含有信息素，被雄性龙虾感知到后便会主动寻找雌性龙虾的踪影。不仅如此，你是否还知道，雄性龙虾见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溅射尿液，射在对方的脸上，以此炫耀自己的武力。因此，龙虾的尿液并不是能随便乱排的东西，一般要一个多月才能储存到足够的量。到了发情期，再成群结队的来到河中央，但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人类会对小龙虾进行捕捞。捕捞上来之后，如何给龙虾进行排尿，也成了头等大事。想要给龙虾排尿，往往都需要老师傅上场。将捕捞上来的龙虾放好，准备一根细长的筷子，找到龙虾的排泄孔。有的龙虾排泄孔很小，但一般都位于第一节和第二节触须的中间。找到一个小洞后，将筷子插入里面，同时要注意将龙虾抓牢，不然龙虾会因为剧烈疼痛而疯狂挣扎，甚至会攻击人类。筷子插上去后，等待差不多十秒再次抽出，这时我们便能看到有一股透明液体缓缓流出，这就是龙虾的尿液。看到这里，你是否会感到害怕，并开始仔细回味曾经吃的小龙虾是否都带有一股腥味？但其实并不用担心，只要把头去掉，污染物就走了大半。就算不小心吃到也没关系，龙虾的食性很杂，各种水草和贝类都是它们的饵料。但随着养殖业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龙虾都被投喂人工合成的饲料，这些饲料基本没有金属残留，可以说是完全无害，因此我们也无需顾忌太多，大胆吃就完事了。